你早，早上的7:10。那么我们今天来到了绝门啊，孔庙。你没看到台北孔庙？孔庙啊，台北是孔庙啊。孔老夫子说，人要每天增长智慧的啊，对不对？那孔老夫子也讲过一句话啊，我们行万里路是胜读万卷书啊。啊，这意思跟你讲说，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有经验，跟有经验的人，不管做政治也是要有经验的人在那边统治，或者是我们啊赌股票、赌期货、赌539、大乐透、威力球、港号，都是要靠有经验的人。那么我们主拜的神呢，啊，也就是啊台北啊，我们每个礼拜一早就来这边保生大帝。啊，保安宫到大龙洞保安宫保山地向保生大帝去请安祈福，啊，那么第二个主神呢，啊，我们今天是主要祈求啊，那个我们啊539威力球，我们现在转型啊成功啊，我们现在转为 A 组牌报一支是1:1:8，所以我们中两次现在就要给我吃1000块红，那不是报两支，那我们要费很多的劳力。时间啊，去把这个牌子找出来。B 组牌144啊，320本钱。D 组牌、A 组牌是300的本钱，啊，乘以0.1乘以1就3000啊。B 组牌320乘以1就是3200啊。像礼拜二我中两个三星啊，礼拜五台湾大乐透中两个三星，那两个三星多少钱呢？就是148000块钱啊。恭喜各位，全车一支3000中了20000多块，这是我们大乐透啊，我们开奖办法拜的主神。第二个神，我们到了会拜那个关圣帝君，我们去拜关圣帝君啊，我们是靠神明的加持啊，关圣帝君保佑我们啊。以往我们做六合彩都是拜关圣帝君，还有拜那个香港那个黄大仙庙啊，黄大仙啊，希望他能助我们中奖。啊，第三个呢，我们主要拜的神就是玄天上帝，玄天上帝很准。每次我们组织全车全部都开，啊，我们要感谢我们玄天上帝，啊，能够帮助我们啊渡过难关啊。那么这是我们啊预计今天我们要拜的神明啊，及我们今天在孔庙这边丧师啊所得的一些结果。希望大家今天都好运，能赚大钱。会员现在会费是2000块，12月现在的不要钱，这4天不要钱，然后呢，会费就是2000块钱啊，赠送这4天啊，赶快寄到台北邮局10707号信箱，环球邮报有限公司啊，给我本人啊，谢谢。